徒弟，哎，不舒服啊！哎，现在我看到天上啊，像一个，哎，地球上很多角的那个虫子啊，好像那很多角的那个虫子啊，在爬。虫子爬是往前爬啊，但飞碟的头在这边，尾在这边，相当远啊。相当嘴巴里吃进东西，后面弄加个往前走啊，头在这边，尾在那边，也就是说这边吃进去的鱼啊什么之类的啊，然后再往后推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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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就往前跑，再跑，跑，实际上有一个加工的过程，提炼的过程，把核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，就往前推进。往前推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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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啊。这样的，我们在下面看着，我从地上往前看的时候，就感觉好像是那个，虫子在爬似的啊，感觉虫子在爬似的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感觉如同虫子在爬啊，感觉如同虫子在爬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肚子下面滑滑，就是往后推的。感觉啊，往后退的感觉，往后退的感觉，往后退的感觉啊，是这么个情况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知道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